你为什么决定要在中国做坎特里奇的展览？我觉得坎特里奇很可能是这几年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。虽然他探索的问题是从南非出发的，但是他在这几年往世界的一些很宏大的思考转，然后就开始给我们一些，不好意思，说到哪儿了？迟到了，对不起。哦，没事，我们才刚开始。因为我也是最近在想这个问题，就是坎特里奇这样的一个艺术大师，但又是来自于这么遥远的南非这么一个地方，如何把他最好的呈现给中国的观众，让大家了解他所关注的这些东西，不仅仅是他周围的这些社会现象，而特别是到后来他的很多考虑其实是超越了自身的范围，其实他开始就是聊到一些关于当代人类的问题。那这样的展览我们最好如何呈现它呢？我觉得他的创作非常的丰富，其实涵盖了好多不同的媒介。我想他的作品素描，我觉得我们肯定是需要还是挑他的这种工作状态，然后戏剧啊，歌可能一开始就是什么都有，所以这个展览肯定是需要把自身的这种环境创作的多样性，但是这种大家能接近的话，就可能都呈现给观众。跟戏剧、歌剧这边带到的观影受众，还有观影致命。